姓罗，长沙湘潭人，年少时记忆力特强，胜过一般人。年15岁中秀才，19岁家里遇到灾难，因此前往南岳衡山伏虎岩医治宝珠和尚，剃发出家，受具足戒。曾经贪就无字画头，有一天因为所乘之船撞到岸边而有所醒悟。宝珠和尚往生后，真卿就居住在觉皇寺。他曾经罹患背痛的疾病，有一夜梦到关公，也就是奇南护法给他医药，不久之后病就痊愈了。后来向南游行到天台山，于是在当地结茅屋居住，接着又前往华顶的天柱峰修习大小弥陀忏6年，空闲的时间则开示天台宗的十乘观法，阐明一心三观的宗旨，前来归附学习的人日渐增多。又应王太初居士的邀请，前往昔日永明禅师的道场讲解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书庙宗沙100日。真卿平日勤于修习5种忏悔，私下持诵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以及《梵网经》新地品。有一夜梦见七宝的宫殿美妙奇丽，珠宝行数交错成行，并见到阿弥陀佛、观世音、大势至二大菩萨。正当真卿在展身礼拜之时，旁边有沙弥拿给他一面牌子，其中写着戒香熏修，自知是中品往生的瑞相。明神宗万历31年正月获病，把他所储蓄的财物全都交给五台、云溪、西兴等寺院供养僧众。当时有人送药石给他，真卿拒绝地说：“我往生净土的因缘已经成熟了，祥瑞的圣境也已经暗中显现了，不久之后就要辞别这个娑婆世界，我要药石做什么呢？”正月7日绝食，只饮檀香水，预期于29日往生。又与大众讲说一切法无生的道理，教会开示甚为恳切。到了29日夜里，起身告别大众说：“无事矣。”众人请问：“不知和尚往生净土属于9品之中的哪一品位？”真卿回答说：“中品终生也。”大众说：“为什么不是上品上生呢？”答说：“我愿持戒的戒香所熏，今位只在中品。”说完后安然的往生。过5日后，相貌颜色仍然红润，如同再生之时。火化之日，到处充满浓郁的香气，骨头坚硬，铿锵有声。时年57岁。啊，这是真卿法师啊。真卿法师呢，是长沙湘潭人啊。年少呢，记忆力过人啊，记忆力强，这是他的特点啊。15岁中秀才啊，说明什么呢？啊，他在年少的时候学习很好啊，学习很好，对当时呀啊这些啊当时的啊这些四书五经的东西啊学得好啊，所以呢考试得了秀才。那么也是因为19岁在家里遇到灾难啊出家了啊。他是在哪呢？在南岳衡山伏虎岩啊医治宝珠和尚出家了啊，受戒。那么他修行呢，就是参究啊无字画头，参究这个无。我们呀
每天呀、都活在这个物质世界里边，身心世界呢都是有这个有那个啊，都是有啊，感受不到什么是无。那么禅宗呢啊，它有这个方法直接入手啊，观这个无啊。那么他因为乘船撞到岸边而有所醒悟，这说明他平时呀很用功啊，这个观这个无，参究这个无啊，参究的呀很用功啊，不管外物啊。那么碰到某个因缘，忽然啊把这个窗户纸捅开了，就有所醒悟啊，明白一些啊。后来呢也因为啊背疼啊生病啊，梦见关公啊护法给他送药啊，后来病就痊愈了啊，这是他的特点啊。那么修行呢啊，在天台山啊结茅屋居住啊，又到华顶的天柱峰休息啊，大小弥陀忏六年啊，修忏六年啊。为什么修忏呢啊，我们看他前面说了一个呀啊，家庭遇到灾难啊，他自己啊啊没有啊被啊这个灾难夺去性命啊，他就出家了。另外呢啊，他遇生病啊，从这里边我想他自己明白了啊，自己啊啊有障碍，所以呢啊就修忏悔法啊，修忏悔法啊。那么曾经修大小弥陀忏六年，那么空闲之后呢啊，给大众讲解呀天台中的十乘观法啊，阐明一心三观的宗旨啊。那么前来归附学习的人呀日渐增多啊，这一边自己修行一边呀弘扬佛法啊。啊，后来曾经到永明禅师的道场讲解《观无量寿佛经》疏钞啊，疏妙中钞一百日啊，说明他对啊净土一直在学习，一直在啊修持啊，修持净土法门。那么真清法师啊，平时勤于修习五种忏悔啊，平时一直呀勤于修行忏悔法啊，这个忏悔法呀啊好啊好啊，长期修持呀啊可以呀把我们障碍去除，可以呀使我们的身体健康，可以啊为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做充足的准备。那么他私下呢啊是读持诵观无量寿佛经啊，以及梵网经的心地品啊，心地品啊，说明他最初呀啊是修习禅宗啊，后来慢慢的呢转变为修习净土了啊，修习净土啊。同时呢啊随缘呀讲经说法
啊，度化有缘众生啊。那么啊，有一天啊，就做梦，梦见呀啊，七宝宫殿啊，非常的漂亮啊，看到西方三圣啊，他呢就拜佛礼佛啊，旁边有沙弥拿给他一面牌子，上面写着借香熏修啊，他自己就知道这是中品往生的瑞相啊。我们啊学习了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边呀，就有九品往生的啊描述。下品往生呢啊是啊五逆舍这些啊犯戒造恶的众生，他们呢平时不修行啊，不持戒不修福，那么呢临终的时候如果有善缘有善知识呀啊，来劝告他啊，至心念佛啊，忏悔业障，可以啊灭无量劫的罪业啊，可以一心念佛，佛呀啊把他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啊。但是呢啊，我们学习祖师的开示，我们就知道了啊，下品往生呀是不容易的。是很难的啊，多少人之中呢不见得有一两人呐啊，即使能够往生也是过去数世呀 啊种下了善根，种下了善缘啊，现在呀结出了这个果实，不会啊无缘无故就遇到善知识的。所以呢啊，祖师就强调我们平时呀一定要持戒修福，真心念佛啊，信愿往生啊，这才可靠啊。那么中品往生呢啊，就是持戒修福啊，按照五戒十善的要求，我们学习，我们受持，我们落实，我们做到啊，慢慢的使身心世界啊发生转变啊，得到一个呀改造改变啊，慢慢的使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呀具足，使我们呢成为善男子善女人啊，这样呢我们念佛心愿念佛啊，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呀就可以很顺利的接引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啊。中品往生呢可以不借助旁人的帮助啊，可以呀 啊不借助临终善知识劝导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自己啊，把恶消除了，把善具足了啊，我们自己啊已经有力量，能够自主往生，能够呢啊自己把握我们生死啊，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了啊，是这样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看。啊，真清法师啊，他一辈子精勤修行啊，把五戒十善吃好了修好了啊，具足了啊善男子善女人啊，善根福德因缘呀圆满了。所以呢啊，梦中呀啊，这个沙弥拿给他一面牌子，上面写着借香熏修啊，
他把五戒十善依照这个修，修好了，修成了。所以呢，梦境啊，前面西方三圣就显现出来了，啊，告诉他啊，这个修行一辈子，终凭往生成就了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自己啊，身心世界是什么？啊，这个身心世界的力量、磁场，它会表现出来的。如果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呀，啊，它是恶浊的，恶浊的力量会表现出来的。可能是通过梦境啊，不吉祥的梦境啊，可能通过呀一些疾病啊，也可能会通过呀种种的现象表现出来啊。同样，我们这一辈子呀精进修行，身心世界得到了极大的改变啊，我们持戒修福呀，如果做到了，做圆满了，我们呀身心世界呀同样能够表现出戒香庄严，能够表现出啊福德光明。这个呀，谁也瞒住，谁也啊哄不了啊，都能够表现出来的。所以呢，啊，大家不要疑惑，不要担心，啊，不要想着说临终之后万一没出来怎么办呢？不会的啊，如果我们真正的精进修行。就像啊这些祖师们一样啊，精进修行真正达到了，那么放心好了，你身心世界是什么一定能够表现出来啊，谁也挡不住，谁也骗不了。如果我们自己啊的的确确啊他内心世界没有变化，恶浊的力量呢啊还表现出来了，那么我们啊也不要埋怨，那到时候我们表现出来的恐怕呀啊也是这些恶浊的东西啊。我们临终的时候，我们身心世界啊真实的现象啊一定会展现出来的，这个谁也瞒不住的啊。就像啊真清法师这样啊，我们修就好了啊，到了啊时间机缘成熟，那么我们放心啊，这些内在的境界啊，它总会通过一些方式清清楚楚的表现出来的，我们自己啊一定会明白的啊，一定会明白的。那么如果啊我们啊，就类似于真经法师这样看到啊戒香熏修，那么我们就明白了啊，我们是中品往生啊，中品往生啊。如果我们这一辈子啊中品往生的标准达到了，还能够再进一步的发菩提心啊，证悟呀我们心性的德能，就可以再进一步的超越中品往生
达到上品往生这个阶段啊。我们达到了上品往生，临终的时候呀啊，我们也会知道的，甚至呢啊，不见得等到临终啊，我们啊，在我们这些力量具足之后，慢慢的自己啊就了解啦。那么他啊，在正月生病了，就把自己啊积蓄的财物全部布施出去了啊，布施出去了。那么当时有人给他送药啊，他就拒绝了啊，因为他自己知道啊，他自己心中有数啊，知道呀，这一次不是治病的问题，而是呢啊要临终了啊。那么生命到了尽头的时候啊，光要药物啊已经不解决问题了。这个呀就是心中有把握才这样做啊。从这里边啊，我们也看到了啊，为什么真经法师这么努力也没有达到上生呢，上品往生呢啊。你看啊，他这么努力的修行忏悔啊，临终之后呢依然呀啊显现出生病的状态啊，过去啊都出现过这些障碍啊，可见啊真经法师呀障碍很大啊，这么努力修，临终之后依然实现呀生病啊，依然有很多的病，很多的障碍没有解决啊。从这儿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真经法师呀 啊他是中品往生啊。从这里我们也知道，把五戒十善修好，把我们自己的身心世界呀真正的转变过来也是不容易的啊，真的不容易啊啊，这么努力这么精进啊，最后依然呀还有余业呀啊。但是啊，另外我们也知道啊，有余业也不要紧啊，待业往生啊，这是可以的啊。那么我们想了啊，既然业力这么多啊，这么努力都修不完，干脆不修了。那么我们啊，连西方极乐世界的门有可能都摸不着了啊，就更可惜了。所以啊啊，我们就明白啊，业力啊再大我们也得修啊，障碍再多我们也得努力啊，精进修行，尽力啊消除，争取啊我们往生的时候呀啊达到啊一个尽量高的一种品位。那么到了正月七日啊，就不吃饭了啊，只饮水啊。那么预期在29日往生啊。那么和大众呀啊讲无声的道理啊，讲法讲无声的道理。那么教诲开示甚为恳切啊，把自己啊这一辈子修正的感悟恳切的向大家分享，劝大家呀啊努力修行，精进修行啊，往生西方啊。我想临终的时候感悟是最深的
要说的话呀是最多的，说出的话呢也是最真诚的，再也没有什么啊弯弯绕，没有什么虚的了啊，而是呢直截了当说那些呀最啊切实的话，最能够打动大家的话啊，一定是这样的。那么到了29日夜里啊，就起身告别大众啊，大家就问啊，和尚往生净土属于哪一品啊？真卿回答说中品中生啊。大家问为什么不是上品上生呢啊？他回答因为持戒的戒相所熏皆位置在中品啊。那么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完啊，就说呀上品往生所具备的那些条件没有达到啊，啊没有达到，所以没有能够上品往生啊。于是呀、啊，安然往生。过了5日以后，相貌颜色仍然红润，如同再生之时。火化之日，到处充满浓郁的香气，骨头呢坚硬，锵锵有声。时年57岁啊，欲知实质，身心柔软啊，有种种瑞相。那么我们比较一下啊，真卿法师呢啊中品往生了。而我们刚才学习的圆果法师、主香法师，他们呢，啊，不仅仅身心柔软，而且呢，啊，自己啊，自生火焰，把自己的身体火化了，啊，这是区别呀，啊，我们修行呀。如果你修行修正没有功夫，你这个内在的火它生不起来呀，啊，的的确确它生不起来呀，啊，这个可不是说我们想生它就生，不想生它就不生啊，不是这样的，这是我们修行的境界。如果我们这个境界有了，它一定呀能够生出来。如果我们做不到，啊，它的的确确呀，这个火焰是生得出来的。啊，我想，啊，这些祖师们如果有能力，啊，生化火焰，啊，它一定会用出来的。啊，一定会用出来的。这就是我们修行的能力表现啊，我们身心世界的变化表现啊，一点儿都骗不了人呐啊。我们看这些祖师呢啊，要不自己生出火焰呀啊，火化了，要不呢啊，身体啊发出香味啊，身心柔软啊，面目如生啊，非常的欢喜啊。那么如果说像我们世俗的人啊，人死了可能呢很快呀身体就臭了啊，可能没放一天身上的异味已经到处啊散发了
没过两天身体已经腐烂了啊，从家就知道啊，他的身心啊一定是恶浊的啊，臭秽的啊，污浊的。所以呢这些力量就让他的身心啊迅速的腐败瓦解啊，迅速的呀就变化成浓曲啊，污水一定是这样的啊。从临终的现象啊，它表现出什么呢？表现出呀就是我们身心境界，表现出我们呀下一辈子他到哪里去啊，高低的区别。时时刻刻呀他都能够表现出来的啊。我们呢现在念佛了啊，每天呀懂得忏悔啊，能够呢啊诵经学习佛法啊，改造自己，慢慢的把我们身心世界呀啊里边那些恶浊的东西啊慢慢的消除，慢慢的遵守五戒是善啊，把善的光明的啊这些东西啊啊修持起来，具足，用一辈子的时间呀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净化啊。我们临终之后，我想啊我们的身体啊一定呀啊不会变成这些啊臭秽的东西啊，发出浓臭恶臭啊，污染别人了啊，一定能够像这些祖师一样啊，发出一些啊清香的味道啊，发出一些呢啊让人欢喜的味道啊，告诉大家我们修行佛法是非常优秀的啊，对自己的身心啊，对这个世界，对周围的环境，我们呢都是有益的啊。今天呀我们学习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再接着学习，谢谢大家。